看不看过了及时啊！你别急着找他两个。吵吵什么呀？不想活了？这附近的景阳岗上出了头吊睛白额虎，伤了几百条人命。官府专门在这儿设了哨卡，趁机收收保护费。徐大爷，咱发财了！他是你，这样才叫好。抓！啊！啊！啊！